这么多年，你真的都一直没有变吗？那就送到这儿吧。怎么了？还在跟我闹别扭啊？连再见都不跟我说了，能不能别走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而且再见就是还会再见的。那我走了。这次我不想再错过了。是不是有些太突然了？想到，没关系，也许我们都需要一点时间。学长，其实当初的心意，也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。是我青春时期很美好的回忆，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去理清对彼此的感觉。好，那就像你说的，给我们彼此更多一点时间。
不谈过往，未来顺其自然。好。这次我不想再错过了。起来啦。早。早餐马上就好了。帮你弄吧。哎，不用。那你帮忙尝尝咖啡吧。怎么样？我是按照我喝咖啡的习惯来冲的。挺好喝的。以后用不着这么麻烦，早餐嘛，点个外卖就行了。如果你想吃家常菜那些的话，请阿姨。不用，你不是不喜欢外人来家里吗？而且只是做个早餐而已，很简单的，我挺喜欢的。前一阵子我状态确实是太差了，不好意思耽误你工作了。没有啊，没耽误。我不能总依赖你，这样我也会觉得自己挺没用的。我想要改变，也想要多一点尝试。你能把柠檬的联系方式给我吗？你要他联系方式干什么？上次他说联名设计的事儿，我想试一下。多好的脱单机会啊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好好把握呢？你还说呢，谁让你跟他说什么礼物的事情，我当时我都快抠出31听了。我不也是想为你下半辈子的幸福着想吗？没有我的神助攻，就没有你俩昨晚的神展开吧。你说你要是答应他多好呀，你以前多喜欢学长呀。那都是多早以前的事儿了。正因为是很久以前的事儿，你俩这次的重逢它更像是命运的安排吧。你以前喜欢他，但他有女朋友，只能说是有缘无分。那现在你俩男未婚女未嫁，有缘有分， timing 刚刚好呀。你不会还喜欢那个钱老板吧？说什么呢，那就那会儿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火苗已经掐死在摇篮里了。那你为什么要拒绝学长？我不知道，就是觉得他跟大学时候的感觉不一样。那很正常啊，你现在和你上大学的时候不也不一样吗？不光人变了，情况也不一样了。以前可是你追着他屁股后头跑，哎，现在他追你了，主动权全都在你手里，你可上点心吧，行吗？哎呀，知道了。那我再说最后一句。不想听。不想听我也得说。萌萌，你一个人漂泊在大城市挺不容易的，你找个知冷知热的人陪着你，保护着你不好吗？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也不需要你一个人再扛下来了，这样的日子难道不好吗？明明，你是不是不希望我去啊？
我记得你都是做独立艺术的，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商业合作。我过去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画画，我想刚好通过这个机会可以和外界产生一些联系和思维上的碰撞，应该挺有趣的，你觉得呢？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我当然支持你。好，那我发给他。嗯，不用，今天星期天，别打扰他了，明天我自己联系。哎，做投资的哪有什么双休日啊。你呀，别总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。 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。 工作狂的人生多无聊。知道了。我发现你的衣服好像都没有什么色彩的搭配啊。这在家有什么色彩呀？你工作也差不多呀，就黑白灰。看起来确实简约，但是又有点不近人情。我猜你工作的同事都挺怕你的吧？没有啊，怕我干嘛？那让我帮你做一些改变吧。怎么改变？咱们想要吃下这款蛋糕啊，考验的是战略、组织能力，方向要对，执行呢也要更高效。注意力都给我集中了。杨小杨，哎，干嘛呢？笔掉了，陆总，对不起啊。我接着说啊，市场啊，从兴起到成熟，都会经历这样的商业路径。奶茶、电子商务、外卖软件，你们说是不是都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商业路径？好了，今天会就到这儿。林总。哎，下面干嘛呢？啊，陆总，你这个袜子有链接吗？陆总今天真是太帅了，帅中还带着一丝小俏皮。再怎么拍我马屁，也不可能给你们涨工资。散会。最新消息，陆总的春天来了。柠檬姐，我觉得陆总肯定是交女朋友了。陆总的女朋友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好好奇呀，一定是个大美女吧。
从来没见过陆总这副样子，他平时跟个火山似的，我还以为只有姐你压得住这火山口呢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是柠檬吗？我是韩一梦。啊，我是柠檬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上次在画展你说的那个合作，我想试一下。真的？太好了。这样吧，我来安排你和项目方见一面。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！大艺术家韩一梦小姐，您本人比照片上啊更有气质，更漂亮。这位是墨笔运动的创始人林大艺，林总。哦，林总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林总你好，陆继明。继明资本的陆总。哎呀，大艺术家、大投资人今天都到我们这小公司来了，我真是荣幸之至。来来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走走走走走。小心台阶啊。哎呀，韩小姐的画还真的是有意境啊。哎，这倒是和我们产品的气质很吻合呀。谢谢林总。林总，合作内容我们都已经看过了，非常有兴趣。真的？嗯。哎，那太好了。我这么说吧，能跟韩小姐一起合作，我们荣幸之至啊。对，我们很期待这次合作中产生的化学反应。墨笔健身器本身就具有不输人的颜值，那在实用性之余呢，它还兼备高品位的家居装饰性，这一点在同类产品中还是很少被顾及到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看还是柠檬说的到位。林总，那之后合同方面的事儿就找我对接吧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哎呀，陆总对女朋友真的是很贴心呀。我没说错吧？二位是男女朋友吧？郎才女貌，多般配是吧？好，合作愉快。期待。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陆总。那个柠檬以前是你秘书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就觉得他挺干练的，考虑问题很周到，做事能力很强。那还不是培养的好吗？哦，你要找什么？我帮你。没有，我自己来。小宋啊，东西老乱放。喂，老人，招了，那你先帮我招待一下胡总，把项目纲要跟他说一下，模块化和科技赋能这两点着重强调一下。我半个小时以后到。晚上要加班吗？不用，就下午谈点事儿。晚上我陪你一块儿吃个饭。刚签了第一单商业合作，肯定要庆祝一下。好啊，那我在家做牛排，正好家里有红酒。那太好了。哎呀，今晚有口福了。你说的还真是没错，哎，他还真是一个内心挺细腻又敏感的人，真想不到，哎，他跟
跟这个暴脾气陆总怎么能说到一块去的？互补吧。我今天跟他们在一起还挺般配的。这是你真心话？你真的放下了？那当然。萌萌，看来你真的变成熟了呀。那是，放得下才能拿得起。我现在只想搞事业，把项目做好。你这么说呀，说明你还是不够成熟。你完全可以一手抓事业，一手抓爱情。贪心不足蛇吞象，俗话说得好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是熊掌的，快快快快，熊掌熊掌熊掌。喂，熊掌。啊，学长。没答应你工作吧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你说，这周末有时间吗？要不要一起去看个电影啊？是不是不方便啊？没有不方便，有时间。那太好了，你定好时间告诉我。嗯，好。挑你喜欢的片子。周末见。周末见，拜拜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鱼和学长都有了吧？帮你查查，周末都有什么爱情片？什么爱什么情片啊？别，尴尬。本来我也不怎么看爱情片。那你想看什么片？动画片、科幻片、悬疑片都行。就偏重爱情片。回来啦。啊，这些都是你布置的啊？嗯，家里都是冷色系，我加了一些色彩啊、鲜花呀、调和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快尝尝牛排。还记得你小时候吃饭呀，特别快，狼吞虎咽的，连嚼都不嚼。嗨，那还不是让我爸给训练的。那时候陆伯伯对你特别凶，每天到点必须吃饭，而且吃饭的时候坚决不让看电视，半个小时吃完饭立刻写作业，否则你的饭就要被他倒掉了。是啊，那会儿都有心理阴影。哎，对了，林总的合同已经发过来了，我觉得有几个地方不是很严谨，晚上我会改出来，明天咱们可以找他聊一下。合同的事儿你看着就行，我放心。哎，对了，明明，如果以后我们经常在家里做饭的话，要不要考虑买一个厨余粉碎机？哎，正好。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厨余粉碎机的一个项目，还做着进料呢。哦，是吗？我在国外的时候经常用，很方便的。而且对于做饭的人来说，洗碗和厨余处理是最头疼的两件事儿。那你投了吗这个项目？没投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呢，从环保的角度来说，这个东西的排放方式是不是真正的合理，还有待考证。最关键的一点啊，你看咱们中国的饮食习惯跟外国呢有很大的差别啊，我们的食物种类比较多啊，油也很大，久而久之残渣油脂容易淤积，造成下水道的堵塞，那后期的清理和维护就很让人头疼。哎呦，怎么扯到那儿了？哦，没有。干杯。不如这个周末我们出去放松一下吧。好啊。你想看蒙克的画展吗？行。或者我们可以去听音乐会，看电影，你来选。嗯，
那我来安排。五六，这儿，这里。你喜欢看喜剧啊？你不喜欢？啊，我也喜欢，只是平时没什么机会看。哎，我看那种片子特别闷，估计你得睡着。我觉得喜剧片还挺好的，啊，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。这儿。好。怎么了？我说，那个工作压力比较大，看看喜剧片能开心一些。没错。你知道吗？不是票对你来说还是个事儿吗？你想想办法啊！能不能坐下？挡着我了。那个屏幕能挡着你？着你了。挡着了。夏哥，给我拿两张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的票已经卖完了。不是，这刚几点就卖完了？夏哥，夏哥，夏。你先。走吧，把这个字幕看完吧。好，说不准有彩蛋呢。看来你还真喜欢这片子。挺喜欢。走了，那行，我帮你拿东西。哎，电影真不错啊，挺有意思。是啊。而且看完这种喜剧啊，心情确实挺开心的。陆总，啊，苏总，你们，哎，陆总，韩小姐，你们也在这儿啊？这位是？嗯，你好，我是韩一梦。你好，苏瑞仁。好巧，是，哎呀，好巧不巧啊！难得有空出来放松放松，我这个小学妹啊，就喜欢看喜剧片。那我觉得苏总这个票钱可能是打水漂了吧？我觉得电影真不怎么样，笑也笑不出来。嗯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挺好笑的呀。就是。走吧。那个苏先生是柠檬的男朋友？谁知道？
我看他们俩还挺般配的，最萌身高差。萌什么呀？两个头也不嫌累。韩小姐是陆总女朋友吧？做什么工作的？她是个画家。难怪呢，一看就有艺术家的气质。想不到陆总喜欢这种类型的。看起来挺养眼的哈，梁哥。确实挺养眼的。不过，也许他们看我们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感受的。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呢，是想好好感谢你。谢我什么？你还记得几个月前我们一起看的 AR 眼镜吗？啊。那个时候我和你的判断有分歧，但这段时间呢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决定先从 2B 端寻找企业级的应用场景，等量做大，成本下来之后，再去主攻 2C 端的市场。这样一来，整个投资逻辑就明确了。学长是要投了？刚签了 TS， 至于回报率呢，就交给时间吧，就当是为国家自主研发的科研产业出点力，也是很有意义的。明猫，谢谢你帮我完善了这个项目。投资逻辑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我也没帮上你什么呀。是你点醒了我。你说的没错，人活着除了钱之外还是有风骨和爱的。石总，美萌，我来给您看一下莫比联名款的效果图。哎呀，这林大姨真是个做事人，我那几个项目要这种效率就好了。真的好看呢，哼，我都想买一台放家里了，到时候不会抢不到吧？您放心，我帮您抢，我运气好，春运的时候火车票都能抢到。看来你对这款的销售热度信心百倍啊。这个韩小姐跟陆总认识很多年了，嗯，我老觉得挺奇怪，这个陆总这种性格人是怎么跟这个韩大艺术家相处的？林总电话，哎，林总，哎，柠檬，韩一梦的情况你了解多少？怎么了？是这样啊，我现在已经叫停背板印刷了，那幅画的版权有问题。什么？宣发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啊，发现美国有一个画家叫隋唐，他最近正在展出的一幅画和韩小姐提供的那幅画太像了，而且对方啊事先在美国注册过版权。哎，幸好这事发现的早啊，要不然等产品上线，不定闹出什么样的纠纷呢。林总，您先别着急啊，我现在去找韩小姐，我先了解一下情况，我再给您回复。好，好，好，等你消息啊。嗯嗯，好，再见。怎么了？韩小姐那幅画可能版权有问题，我现在得去找她。你去不大方便吧？要不找别人？没事，石总，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我先去了。我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样。韩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叫隋唐的人是一梦的前男友。
那这幅画到底是谁创作的？柠檬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也怀疑他？我只是想把事情了解清楚。林大姨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工厂暂时停运了。停业？那显得我们很心虚啊。我们都愿意相信韩小姐，但是这个事儿不是光相信就能解决的呀。柠檬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个人原因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，我可以解约，所有的损失我可以赔偿，你看可以吗？那不行，那你就吃了哑巴亏啊。我也不赞成你这么做，现在不是解约的问题，我知道一个作品对于艺术家来讲非常重要，我也相信你对你的作品一定是倾注了很多心血和感情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件事情搞清楚。其实这件事儿我一直难以开口，也不想去面对它，但现在已经给你们甚至是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，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要说清楚的。我和他是在美国认识的，当时是在我的毕业画展上，当时他已经是一个挺有名的华人画家了，我承认我是被他的才华所吸引，我跟他在一起的那几年是我灵感迸发的几年，你们用的这幅画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创作出来的，可再后来他在性格上的问题就渐渐展现出来了，他有很强的控制欲，他想要控制我的生活，甚至是干涉我的创作。他只要一不开心就会贬低我的作品，甚至是否定我这个人，这也是我和他分开的原因。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，在我和他快要订婚的时候，我发现原来他还有其他人。什么烂人？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要不断地推翻自己，超越自己，可我知道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。所以这幅画是他抄袭你，对吧？我明白了，韩小姐，我会跟林总解释清楚的。但是光靠这些没有什么说服力，毕竟做这幅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分手，我们一定要有强有力的证据。韩小姐，我看你每幅画上都有一个飞鸟的图案，这是有什么寓意吗？这是我创作一直贯穿的一个元素，因为我很喜欢鸟的寓意，它代表着人对天空的一种向往，有自由，有希望，同时也有随之而来的桎梏和宿命。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开过一个画展，里面有一幅画跟这幅画很像。我有印象，那幅画最后被人买走了，对吧？嗯。那还记得是谁买的吗？好像是一个开画廊的人，他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。他给了我一张名片，我就随手夹到了一本书里。什么书？太久了，好像忘了
是一本书还是一个画册？当时放哪儿了？哦，我爸妈肯定不会丢的，应该是在家里的老房子里。喂，钱律师，具体情况刚才已经说明了，是不是可以凭这份证据证明作者的清白了？好，我尽快找到那幅画。嗯，拜拜。律师怎么说？跟预想的差不多，找到那幅画是关键。李总那边怎么样？争取了3天时间，股东那边他会应付。这个林大义啊，在关键时候还挺仗义，没看错人。一梦，你放心吧，这个事儿肯定会解决。嗯。想被欺骗。